大家好，我是轩妈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吧，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。女人一旦气血不足，就会导致失眠多梦，并且脸上长满斑点和皱纹，整个人看上去很憔悴，面色无华，疲倦不堪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长了很多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补血安眠祛斑汤，这个汤也是一位老中医推荐的，简单的用了几味食材搭配在一起煮汤，喝上一段时间，失眠、贫血、长斑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，让你气色好，睡得香，面色光泽红润，整个人看上去神采奕奕。首先准备30克红皮花生，花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，有着丰富的营养，花生性味甘平，有非常好的扶正补虚、健脾养胃、调养气血、利水消肿的作用。花生中还有花生咸甜菜碱、维生素 B 族、叶酸、泛酸、生物素、维生素 E、 卵磷脂、氨基酸、钾、钙、镁等多种微量元素，营养价值非常的高。花生中有效成分具有促进红细胞的凝聚，降低血脂，降低胆固醇，以及降低血压，增加冠状动脉血流，具有安神、抗炎、抗氧化、抑制健脑的作用。经常胃部反酸的人可以在早上空腹吃上几个花生，可以有效的缓解胃酸过多的症状。花生清洗干净之后，我们用水浸泡半个小时。接下来准备一小把黑木耳。黑木耳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用菌，素有肠道清洁夫的美称，不仅滋补润燥、养血益胃，含有的多糖体腺苷可以降血糖、血脂，还可以补脑，其中的纤维素和胶质有助于清理消化系统。黑木耳加水放入一个大碗里，再加入一勺淀粉，用手把它抓拌均匀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用力的来回摇晃，来来回回用力摇晃大概3分钟。黑木耳这样子摇晃过，浸泡起来更容易泡发，而且里面的那些污垢和杂质也很容易清洗干净。摇晃好了之后的黑木耳，盖上盖子，再让它浸泡10分钟。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，生姜用水打湿，再加入食用盐，食用盐具有很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，加入了食用盐，食用盐有很好的摩擦力，使生姜清洗得更干净。生姜具有抗菌、抗癌以及抗氧化、抗衰老的作用，特有的姜辣素能够有效的治疗因过食寒凉食物引起的腹胀、腹痛、腹泻、呕吐等症状。生姜还能够增进食欲，促进消化液的分泌。生姜含有的姜酚可以降血脂、降血压，防止血栓以及抗心肌梗死、脑梗死的效果。生姜还可以强息利尿以及解毒。姜酚还有一个很强大的作用，就是可以减少胆结石的形成。经常吃生姜还可以抗衰老，因为生姜中的姜辣素进入人体能产生一种抗氧化酶，这种物质它有很强的对付氧气自由基的作用，比维生素 E 还要强很多。清洗干净的生姜，我们赶到切成片，再切成丝。接下来准备几颗红枣，清洗红枣的时候加一点生粉，生粉有很强的吸附力，大枣有很多褶皱，刚好可以吸收掉里面的灰尘和杂质。红枣是健脾益胃的食物，对脾胃运化功能相对比较差的人可以多吃一些红枣，能够让消化系统的功能更加的强大。
红枣具有补中益气、养血安神的功效，用于治疗脾虚症、失眠症等。红枣主要是通过补脾的方式来治疗气虚，通过滋养血液来安定神志、舒缓情绪，有很好的补血养颜、治虚劳损的功效。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红枣，研究发现每天吃3到5颗红枣可以有效的预防缺铁性贫血，对女性朋友有非常好的补益作用。我们先把红枣核去掉，红枣核比较燥热，特别容易上火，所以我们在煮汤的时候最好把枣核去掉。处理好的红枣肉放一旁备用。这个时候木耳已经泡发好了，泡发好的木耳把它清洗干净。黑木耳可以帮助人体排除体内的毒素，起到清肠的作用，而且对治疗胆结石、肾结石都有很好的化解功效。吃黑木耳还可以防止皮肤血管老化，消除面部的色素斑。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，黑木耳可以去除面部黑斑，同时可以令肌肤红润、容光焕发，可以防治缺铁性贫血。木耳中含有丰富的铁元素，对女性补血有非常好的作用。洗干净的木耳，我们剪掉根部那一个位置，根部那里很多泥沙，所以一定要剪掉。洗好的木耳放入菜板上，把它擀刀切碎。接下来准备一个砂锅，把泡好的木耳和花生全部倒入砂锅中，泡花生的水也加入进去，把花生和木耳还有生姜先煮上10分钟。10分钟时间过去啦，再把红枣倒入进去。红枣倒入进去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然后再盖上盖子，继续煮上15分钟。制作视频不易，你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15分钟时间到了，我们加入一小块红糖，把红糖煮至融化，搅拌均匀，这一个汤就做好啦。这道汤中木耳能够补肾养心、润肺、软化血管、养血排毒祛斑，红枣可以补充益气、养血安神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促进新陈代谢，提升阳气，减轻人体自由基活跃而产生的老年斑，并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花生具有扶正补虚、健脾养胃、养血的功效，因此这道汤有很好的健脾补肾、润肺补气活血的功效，可以缓解失眠多梦、健忘、记忆力衰退，可以疏通血管，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，并且可以很好的保养脾胃，提高肠胃的消化能力，改善各种肠胃的疾病症状，促进身体吸收更多的营养。这道汤对于女性来说尤为强大，不仅可以健脾补肾、增强气血，还可以很好的美容养颜、排毒祛斑，对身体的好处是非常的多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把它收藏起来试一下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